是瑞轩。今天呢，在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，云量都是比较多的，而且呢，一整天也都有零星的降雨出现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回波图，已经有一些云系移入到中部地区了，所以中部地区现在可能雨势也变得比较多了。而在北部和东半部地区，也都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出现。不过呢，等到这波云系慢慢的通过之后呢，雨势就会停了下来。而这样一阵一阵的雨势啊，还是会持续到明天的。所以明天的天气状况其实跟今天都是蛮类似的，而我们从地面天气图上就可以来看到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整体的风向是吹着东南风，所以温度啊又比昨天再更温暖了一些。但是呢，到了明天风向会更往南吹一些，吹的是南风，所以明天温度还会再慢慢的往上升哦。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了，因为到了明天晚上开始受到这道锋面的影响，北部、东半部地区啊，不只是只有零星的降雨而已哦，雨势会变得更加的明显。那么到了星期四，全台湾各地呢都会受到这道锋面的影响，都会有短暂阵雨的。而随着这道锋面逐渐通过之后呢，北方的大陆冷气团又会开始南下，所以星期五啊温度会一度一度的往下降。而我们从未来三天的天气就可以看到了，未来几天呢，北部、中部和东部地区都是会下雨的。那么到了星期四啊，雨势还会更加的明显。不过至于在温度的方面呢，明天在这个全台湾地区温度都会逐渐回升，尤其北部地区还会变得更加的温暖。不过到了星期四晚上开始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温度就会开始往下降了。尤其是星期五清晨，北部地区只剩下12度，而白天的部分也只剩下16度了。那么在中南部地区的话，虽然温度会来到20度以上，但是其实跟星期三、星期四相比，温度会下降个3到4度左右哦。而在东部地区的话，温度也只剩下20度。所以要提醒大家，春天的天气变化真的是非常快，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衣服的穿搭，千万别感冒了。那我们接着就来关心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温度是15到22度，降雨几率是30%。中部地区温度是16到26度，降雨几率是10%。南部地区温度是17到27度，降雨几率是0%。东部地区温度是16到24度，降雨几率是30%。而外岛地区温度是11到23度，降雨几率是0到50%。明天各地的温度都会稍稍的回升，只有北部和东半部地区会有些零星的降雨，那么在中南部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。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。